这是一个双工位，双工位的，行程一米的，气动顶尖。气动顶尖的话，就是可以用机器人上下料，包括气动门，这个门也是气动的，保留数控。那个是个双工位，行程600的。那台也是个双工位，行程一米的，都在那装，马上要出货。